我们一会儿去三藩的 downtown，去欧奇里的办公室把他剩的半盒口罩拿回来。然后现在美国的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，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到那个五楼就闻到一股烧焦、烧臭的味道，然后我以为是我们家进去没有。你可能谁家煮饭吧？对啊，应该没事吧？应该不会火灾吧？现在到了欧奇里的单位了，看看，这是欧奇里的办公桌。看看，你怎么有两个杯子在这儿？对呀，可以把书拿回去看。你会看吗？你不会看的，你不会看的。你的桌子还算整齐，那肯这个定。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灯吗？这个我没用过，以前就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怎么这么黑呀？你这边这是？这你砸一下安卓的，可以亮。好玩啊！那能分类吧？这是什么？咖啡。是，酷啊！哎，那不是洗手的吗？我想挤一个。哇，都快没有了。对。要。就是为了拿这个，拿哪个？给我看一下。拿口罩。这里面放在怎么大厅？这是你们的厨房。这里面有一些零食，都被搬空了，很少了，现在还有很多。还有茶。可以泡咖啡啥的。蛮好的。你也不泡咖啡？啊，这里有些我们的书，在这哦，free books。对，可以拿 March 这一块，你看有没有想看的书？我想看那个书。First floor。我感觉我今天就是出门来旅游的。对呀，什么玩意？我们现在去中国超市买点吃的，一下家里的库存。然后刚才在这边的 Plaza 里面看到有一个大叔戴口罩，这是我今天哎这边也有一个。
超戴口罩的人就多一些，但是还是有不戴口罩的。可以换到那蒸肉。我们现在买完东西准备回家了，买了大概140多美金的吃的，看能撑多久。然后我们在网上也订了一些，蔬菜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下周三送到，也就今天是周日，然后周一、周二、周三，还有3天，然后尽量就不出门了吧。这是我们刚才去鸭超买的，鸭水吧，水，不算鸭。为什么要去亚超呢？因为我觉得美国超市他们都没有人戴口罩，我自己去有点担心。你扶一下我去吧。我扶着吧。然后我们买了有6桶这个矿泉水。6桶。